大家好，我们是艺术群创意组颜如玉。一开始我们想找出更为特别的植物种类作为设计目标，因此以有毒植物为发想，为了增加发展的可能性，才有了后续的药性植物。最终我们依然回头聚焦在有毒系列中最贴近台湾民众生活的姑婆芋，并以姑婆芋为概念呢，设计出了一套餐具。餐具的名称是病虫口入，希望以姑婆芋的毒性插画，结合日常饮食会用到的餐具来呼吁民众，在进食的时候呢，或许可以注意你要送入口中的食物是不是真的是食物，还是一种毒药呢？你们在创作的时候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组员吵架。这是可以讲吗？这是创作的过程。这不算创作吧？创作的时候，应该算我们第一次从这种风格吧。应该是我觉得决定主题。没错，我们改了四次主题，四次。我们要做 AI 大战原始。没有，这个没有。这个太古早。我们有面具，我们要执行回春，然后演绎。对，绕了很久，没错。到古国语，没错、啊。那你们在创作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子的瓶颈呢？在第三系列新画的新的风格有一点点困难，没错。我觉得是一开始决定要画圆的构图的时候就有点难，因为很抽象。那时候说要把感受画进去，那我就是啊，就是什么感受？我觉得是那个把眉材上。每次这样有突破，就是压克力颜料，我觉得蛮新的尝试，对吧？没错，对。那你们三个最喜欢的作品分别是哪些呢？我现在手上这张，这个蓝色调，然后就像把心脏挖开，然后就是那个铁网，就它有孤魂欲重的那个状态的感觉，然后包金边，然后符合我们的风格这样子。换你啊，我是要签名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画，我超牛的一张。这个是有岩浆，只是我把岩浆的颜色改成绿色，然后把周围冷却后的岩浆的那种矿物。改成红色的颜色，屋顶后方，直接要死，随便。哎，但是你的作品，然后让它整体有一个迷幻的感觉，让它觉得很厉害。背景一开始它的背景没有那么暗，但是画完主题之后，我才慢慢把画面的地方给压暗，让它有一种层次感。花了我一段时间一直失败重新再画的人脸，我已经画这个脸画了四次，很难。对啊，换的呢？这个是我拿他的图做的牌子，然后穿了他的，因为这里有个人，对，因为这里有个人。不知道，因为这里有一个人，知道吗？看出来懂吗？懂吗？因为有毒趴这边就是会让人很想吃东西，很有食欲。真的啦，很可爱啊！有毒趴那边真的很可爱，就是我会买，我会买，我希望你们也会买，希望。然后这里有一个一股鱼。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他们到底有没有关系？
题借由朋友请来我们展场看看。好，这是我的时间，很有质感，很棒。然后来看，对，谢谢。那我的访问就到这里。